据媒体报道，无限金牌监制戚其义作品《金枝玉孽》及《天与地》成为神级剧集。虽然《金枝玉孽二》收视不佳，一样找到金主，自立门户开公司拍剧，第一部戏就找到陈豪做男主角。早几日他新公司入伙，正牌女友来帮忙，但一到夜晚，戚其义就飞车出去会绯闻女友简慕华，看电影吃爆米花。戚其义不但工作抢手，感情一样好 busy，